上课喽！那大家赶快回到座位上，我们乌马克夫妻的演出即将开始。Thank you.
谢谢大家，嗨，大家好，我们是乌马克夫妻，那很开心今天晚上又来到铁花村这边。我们刚刚来到铁花村之前，有去市区逛了一下，然后最近就是比较就是台东的活动，就是那个，台东什么活动最近？来说一下。很淡很淡。元宵节是吧？你看是。看日期哦，对，就是那个炸邯郸。有从外县市来的朋友吗？举个手呢。有特地来这边看那个吗？邯郸也得举手。就炸邯郸。有真的有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一直不敢靠近，就是那个去看那个近距离去看，因为我会怕。大家有看过吗？邯郸啊，对，就是去现场看那个邯郸。有小时候，国小的时候。国小时候，没有，去看而已。你不是有跟过吗？你不是有跟过？没有啊，没有，单纯。好，刚刚那首歌呢，是木匠兄妹的，就是 Close to You， 那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接下来带来一样。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做《Yesterday Once More》。有找到吗？找到喽。好，那这首歌曲《Yesterday Once More》写给大家。Melted yesterday, every shine, la la la.
谢谢。大家应该有听过这首歌曲吧 ？Yesterday Once More， 我们来考一下我们的贝斯手好了。来 ，Yesterday Once More 什么意思？往日情怀。往日情怀。哎，我们的鼓手知道吗？你的麦克风好像有一点点远。什么东西？什么是 yesterday once more？ 怎么在流汗？我很热啊。你很流汗是不是？还是光打的不够多？有风扇。大家看得到他吗？欸、没有了，看得到啊，为什么看不到？看不到的举手。哇，我们有点举哦。因为大家看得到你。没有，很紧张。你为什么很紧张？因为。你怎么了？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没事没事，因为南京路太多人了。啊。小事小事。南京路，哎，现在炸邯郸，今天好像会炸特别久，是不是？是吗？没有今天，是吗？张浩不是知道这个？今天哦，炸到十点半。真的吗？对啊，十点半，十点半就是禁止噪音啊。哦，这边有台东的朋友吗？台东朋友请举手。哎，很少。好的，那没关系，明明有几个就是台东人。好啦，因为台东最近都会有那个鞭炮声，就家里有小孩子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就是会被那个鞭炮声吵醒，就会很生气。比如说我，听到鞭炮声我会害怕，因为还要哄小孩子。怎么了？好，今天礼拜六开心一点啊，大家。我们来 smile smile smile， 不然我们举杯一下好不好？哎，浩浩，你的杯子呢？那个有喝酒的，来，大家有买饮料了吗？有到后面有到吧台买饮料吗？还没吗？那都没有回应哟。有，他说有，有人说有。那我们就先来。大可老师有买吗？大可老师。大可老师有买，大可老师在哪里？大可老师喝一下嘛。那我们就先敬大家，预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新年快乐。明天也是要上教会啊。明天也是要上教会。高板，明天要上教会吧？我是绝对会的，没有。我们不会去。我们不知道你会去。我放在心里面。好，那我们继续。现在很嗨，就是因为那边那条街上都是烟。接下来这首歌比较可爱的一首歌曲，叫做《Every Breath You Take》，每一个你呼的气，每一个呼吸。先等那个鞭炮声炸完，我们再拆的。可能会炸很久。那再敬一杯。再敬一杯，我们有。你的杯子呢，凡凡？好啊，那我们再敬大家。大可老师，又是大可老师。我觉得 OK 了。我们的背景音乐，那这首歌献给大家。Every breath you take, every move you make, every bond you break, every glint you seek, I'll be watching you. Every single day, every word you say,
again to play. Every night to stay, I'll be watching you. Oh, can't you see? You belong to me. How my poor heart aches. We ever stay.时候，你大家有感受到那个烟火过来的感觉吗？我一直看到烟火，我觉得好美哦。可是那个烟好大。好，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们是乌马克夫妻，那乌马克夫妻主要是由我，他们的我的老公吉他手。说点话 ，Hello， say hi。哦，灰灰，哦，哎，灰灰，对，主要是我们两个。那今天比较特别呢，我们就用一个 full band 的形式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贝斯手浩浩，打声招呼。还有我们的鼓手凡凡。大家好。我们都用叠字，今天用叠字。那大家好，大家好呀、啊。我们稍微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我们先从我们的贝斯手好了。好，是来自大武乡爱国埔村，你们没有听过没关系。啊，没有是真的吗？有再回去那种吗？有真的回去那边的地方吗？只有过年过节才回去。可是明明就很近。可是我看过年都在新园呢。啊，新园又是哪里？可能要加入青年会了那边。没有，因为很少回去了，小时候没在那边长大。那你在哪里长大？在南网长大。嗯，是吗？听说是甲子园哦，小时候。Yaku。站着好。OK， 我们下一个，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贝斯手，浩浩。浩浩。
接下来换我们的可可，浩浩可可，板板板板，浩可，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东新源卡拉 Run Bro 的高凡，耶、yeah ，可以叫我凡凡就好了。哦、因为我现在在调那个身体，因为我们刚刚从上山下来那个工作了，所以现在身体很痒。你是什么可以止痒的？你想买止痒膏吗？想要粉粉状，有粉状是不是？请问有止痒膏吗？娇生娇生的，娇生的爽身粉，爽身粉。现在身体很痒痒哦，你要抓一下吗？现在？啊、你要现在抓一下吗？就是刚你们在讲话出去在偷抓。哎、欸，灰灰还没介绍你，灰灰。哦、等一下，我们这个灰灰，我们的吉他手灰灰。掌声鼓励一下。掌声。来，掌声鼓一下。我是 Vivi 的老公。Vivi 的老公。对，来，请问先介绍 Vivi 啊。大家好，我是 Vivi， 大家好，我叫 Safi， 然后我们今天要玩碟字，所以我叫菲菲，我叫菲菲，叫 Safi， 然后呢，我是来自南投的布农族，然后因为因爱相随来到了台东，就是嫁给了台东人，就是这一位。对，但我其实从小就在台北长大。哎，有人拍手哎，是因为掌声鼓励，我们就为那个为爱相随来打掌声。女生有拍手，我们都没有拍手，为什么我们都没有被拍手？好，那我给那个好不好？我们的鼓手拍手一下好不好？我们都没有被拍到手手，谢谢大家的手手。还是你要讲？可以拍嘴嘴吗？哎，打嘴嘴。好，那乌马克夫妻是，乌马克是台湾族语，就是家的意思，就是乌马克，家的意思。那也是我们两个的什么的团名，好可爱，词穷哦。对，好了，我们是乌马克夫妻，那我们待会会有更多的介绍。完全就是看你们在晒恩爱而已。没有，没有，没有，没有。Oh, oh.没有，今天情人节，有没有连炮丢一下？哎，今天情人节不是过了吗？今天情人节不是过两天了吗？元宵节啊，现在元宵节了吧？啊，但也要谈恋爱吧？嗯，跟谁？没有。好了，下一首歌可以开头，可以开头。这首歌叫做一个非常经典的老歌曲，那我非常喜欢。那你们就听听看这首歌。Strumming my pen with his finger.I felt it found my left us and red
节奏我好喜欢，大家有感受到那个节奏的感觉了吗？哎、欸，怎么怎么？还是、啊、我们都唱英文歌。哦，对。加温歌。所以怎么样？开心一点。其实大家是有在享受的，就是有些人有些人比较害羞一点，所以他们会其实坐在椅子上面，就是默默的看前面，但他们内心是很澎湃的，湃对。就我看到有些人就是有动脚的部分跟动头，对，就是他们可能比较含蓄一点，可能他们喝的不够多，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就是大家可以到后面的吧台就点一杯铁花吧台，挑选正好铁花吧台在喝的。哎，这浩浩，你要不要推荐？就是你在那个吧台，你最喜欢喝饮料是什么？可以点一 whisky。whisky 有推荐品牌吗？金冰哦，金冰，大家有听到吗？金冰洋酒，金冰，金冰加可乐，哦，金冰加可乐，叫做威士忌加可乐 ，OK， 威士忌加可乐的，大家可以去后面就是点看看，就是，还是还没有到那个点。可能就是你要先喝那一杯，你就可以到浩浩的这个点，他这个状态。还是我们给浩浩唱一下好了。介绍我们这两位跟这三哎，我们的三位朋友哦，哇！
泪水让你泪痕，因为我和你这首歌 Yesterday 我们交给我们的，交给你们了。好，来一首。接下来继续带来这首来这首歌叫One Way Ticket，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
之类。哦哟耶，给好好一点掌声。孤独的一马扎，来鼓手鼓手，跟着摇节奏摇摆。两路八个一柱啊，可以啊。经典的一首老歌，嗯，大家默默的举手，很好。有举手是年龄限制吗？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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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挺年轻的。那举了以后就遮脸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经典的老歌，叫做《Top of the World》。Top of the World, Top of the World。Top of the World。什么意思 ？Topper. Top. What does that mean? 什么意思呢 ？Top of the world. I don't know, teacher. Oh, you don't know. It's okay. Top. Top. 就是那个嘛。哪个？就是那个 top ten 十大好球的 top. 哦 ，top ten 十大好球的那个排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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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world 就是世界。哦。世界排行。哦。So this name. The world 是世界排行，好了，也可以了，世界顶端的意思，有吗？有吗？找到了吗？好，这首歌曲《Top of the World》献给在座
所有需要一点欢乐的朋友们，这首歌献给你们。1, 2, 1, 2, 3, go!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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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但是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虽然 Linkin Park 的主唱 Chester 他去世了，我非常难过，就是他当他听到这消息的时候非常难过。然后我在回想这首歌的时候，就是 Leave Out of the Rest， 我觉得他在写自己，其实他在讲就是他说他歌词就在说，当我必须离去的时候，请遗忘所有我曾经犯下的错，那帮我留下一些还值得纪念你们大家还喜欢的事情，请大家帮我留着，请不要怨恨我，如果你觉得很寂寞的时候，就把我放在你的回忆里面，那其他的都不重要，其余都不重要，记住我的好就好。就非常感动这首歌曲。 OK， 带来这首 Leave Out of the Rest。
could not listen, 'cause no one else can. After my dreaming, I woke with this fear. Now that I'm leaving, maybe I'm here. So if you're asking me, I want you to know.那很高兴今天刚刚就是度过今天周六夜晚，我们是乌马克夫妻。那你可以上网脸书搜寻乌马克夫妻，屋子的屋，玉字旁的马，客人的客，夫妻，乌马克夫妻，乌马 couple。那如果你喜欢今天晚上的演出的话，欢迎大家帮我们按个赞，给我们留言，让我们赚点尿布钱。这一首歌曲啊，叫做《Don't Dream It's Over》，也是非常老的一首歌曲 ，Crowded House， 吉屋合唱团的，意思就是说，别想了，已经结束了的意思，也代表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曲。那先给大家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晚安。这首歌献给大家，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哦、oh, yeah.。哎，有最后的金句名要献给大家吗？神来一语，神来一语。神来也什么、啊、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OK、oh, 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一首我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这个、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If your dream I forgot， 然后中文是在说，如果你的梦想不够大的话，不够大到会你会感觉到害怕的时候，代表你的梦想不够大。我再讲一次，如果你的梦想没有大到说会让你害怕去做这个梦的话，代表你的梦想不够大。 So dream big， 大家就是梦想可以大一点，不要放弃，一定要害怕你才会勇敢去做。这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敬大家
我们敬大家一下好不好？粉粉浩浩灰灰，粉粉浩浩灰灰，我们一起敬大家，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Say goodbye。好，这首歌献给大家，谢谢。还有人要喊吗？大声一点啦，太小声了。好啦，应三个人要求。好，那我们再唱最后一首歌好了，大家给我们点掌声可以吗？谢谢，谢谢你们，一点也不尴尬的掌声，给我们一点力量，给我们一点力量。
好，这首歌曲就要我刚刚提到，因为我是来自南投的布农族，那这首歌曲就是一个童谣，叫做《小蚂蚁嘎罗》，献给大家，勉励大家。小蚂蚁。好 ，Here we go， 准备好了吗？谢谢我们是乌马克夫妻，记得按赞哦，晚安。